比之前更完美了。我是李长生。笑。 爷爷，我想回下学堂。离别日久，既然重回天启，我也该回去探望探望。东菊啊，明天吧。今天呢，有客人来。 你就是百里东君，是又如何？东君，把剑收起来。卓心公公，别来无恙。奴才拜见百里侯爷，托侯爷的福，还活着呢。不知道卓心公公今天来找我，有何贵干呢？ 这就说笑了，奴才哪有资格拜见您呢？跪下！跪下！ 拜见皇帝陛下。拜见陛下。免礼吧。姑嫂就听闻，你这个独孙英武不凡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寻常。臣乃戴罪之身，陛下如此见臣，不怕会有不妥吗？什么戴罪之身？ 有人愚昧受人蛊惑，在我面前参了你一本，你陪姑征战多年，又为姑镇守西之国门，怎么会有谋反之心呢？你放心，那些污蔑你的人，姑一定会重重地惩罚他们。 哈哈哈哈哈！你呀，演得太假了。太爷，你既然看破，何必这样说破呢？无礼堂，先生许久不见，这是。 又回天启了。嗯，陛下请。你以前不是最讨厌喝茶吗？ 说人生美酒不行，好了，年轻的时候的确喜欢喝酒，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浓烈直接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间喜欢喝茶，茶虽然不烈，但是醇厚又回味。哎，我们呢，都老了。 此番务必小心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城不会破。你二人速速回去，温壶好酒，以酒待我，等我凯旋。撤！大将军夜雨，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 有人检举，岂有通敌叛国之嫌？然，念及昔年护国有功。
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夜雨带走面圣，心子。是不是世上所有的兄弟一定会走到这一步呢？若真，我老了，现在是连喝茶也会醉。这趟你让我来天启，不知道你是为了他来铺路。看来你真的很看重这个儿子。我说的当然是琅琊王萧若风，你觉得如何？心思缜密，武功高强，为人很好。要是真的放在战乱的时期啊，他绝对是那种振臂一呼就会有千军万马以死相随的那种。姑十几个儿子，可在姑看来，就算把他们都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他。李先生也很看重他呀。可惜啊，他有一个缺点，太善良了。善良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好的美德，但对于一个皇子，这个词太多余了。之前啊，程峰代表镇西侯府和景玉王还有琅琊王相好，但毕竟不是我来，你呀就放不下这个心，就让我来天启走一趟，同时也让琅琊王一路相陪。因为你知道，只要是他，绝对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以死护我，毫无保留。然后只要知道我真的没有谋乱之心，就会一直保护琅琊王。你懂姑，也希望你能帮姑。我真的老了，现在镇西侯府的事情啊，都是程峰来处理。你不会老的，你曾经说过，就算哪一天你死了，手里也要握着刀。放心，过去的事情不会重现，你不仅能安然无恙地回到镇西侯府，还会被加封，姑封你为鹦鹉侯，镇守两方国门。世袭罔替。许久未见，先生还是这么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没了先生的天启城，却显得有些寂寞了。哼，是吧？比如呢？比如这一场就无人可挡了。哼，雕虫小技，有我这个关门弟子在，哪还轮得到我师父动手啊？这位公公，若是手痒痒，不如我来向你讨教讨教。走了。恭送陛下。
回陛下，李长生离开了天启城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方才奴才在试探的过程当中细细地观察了此人，无论是从声音、形态，甚至连说话的语气，确实跟李长生很像。只可惜太像了，像得太过刻意了。奴才敢确定，此人不是真正的李长生，他那张脸只是人皮面具，再加上百里东军的那一手回护，虽然嘴上他说得在情在理，但是他那番说辞在奴才面前还是嫩了点儿。那就好，如果李长生真的回来了，事情就麻烦了。百里洛尘的胆子比当年真是小了太多，竟然用假的李长生来恐吓古。那百里洛尘的那孙子呢？你方才似乎在试探他的武功，如何？此子无畏，假以时日，必成大才。倒不愧为李长生的关门弟子。古书中说，君子之泽，三十而战。这百里家倒是一门三代，一个比一个人才。只是朝中世家，兴亡三代太久了。如何？御史台那边怎么说？那边只传了四个字出来。你卖什么关子呀？快说是！是是是，属下失言。御史台里说，此事难成。难成？难不成？难不成父皇不想杀百里洛尘了？可能，当日本王去宫里求见父皇，跟他说百里洛尘谋逆的时候，他很支持本王的，怎么可能说变卦就变卦了？不可能啊！为何难成？那人不愿意说呀。不愿意说，我们亲王府现在还没有垮呢，他就这么急着跟我们撇清关系？那他当初拿银子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说不愿意啊？你先下去吧。是是。殿下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殿下，英儿，有客来。什么客都不见，滚！是。王爷火气这么大呀？朝中之事，风云变化，起起落落，不争一时得失，才能立于长久不败之地。你终于来了。奴才见过殿下。终于等到你了。也是大姐觉得时机等到了，所以就让奴才来了。终于想回学堂看一看了。陈先生。不错，相隔两年，与当初已有云泥之别。先生只看一眼便能辨别云泥。人身上啊都有一股气，清透望气之人看他人，无需看人，看气便好。这次你来天启城，是因为有人状告御史台镇西侯府谋逆一事吧？是啊，不过看似是这么一回事儿，实际上
是泰安帝想传位给小师兄。看来你已经想到了，若泰安帝真想治我爷爷的罪，也可以理解成他狠心想收回兵权，可他偏偏并没有想治我爷爷的罪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告状的那位王爷会成为镇西侯府的眼中钉，而相反，护送我爷爷来的小师兄必定会成为镇西侯府青睐的对象。若是小师兄获得了镇西侯府的支持，便可以胜过天下间任何一位王后。皇帝是在给自己的儿子铺路啊。哦，什么路啊？一条阳关道，一条杀头路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皇帝真的支持党争，如此利用自己的亲生儿子吗？皇帝当年不也是这般获得皇位的吗？或许在百姓眼里他确实是一位好君主，不然我的爷爷叶将军也不会为了他开疆拓土抛洒热血。但人一旦到了那个最高的位置，就会变得身不由己，看似是人在掌控朝局，实则是在被朝局掌控。我爹曾告诉我，朝局无情，但我们却要有情。与其做那个冰冷权力的奴隶，不如做个像我们这样有血有肉的江湖人，活得潇洒自在。你能有如此见解，我很欣慰。不过这学堂还是有些冷清啊，师兄们都不在了。这天启城的风向变了，留在这里衣服总会脏的。雷师兄呢？他应该还在吧？雷梦莎确实没有走，但他被派去寻找景玉王妃易文君的下落了。易文君？他离开天启城了？他怎么走的？被劫走的。来的人武功高强，动作也很迅速，所有人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人就已经离开天启城了。难道是云哥？来的人武功强劲，影宗宗主亲自出手都没能留下他。我猜应该不是他，但也必定与他有关，甚至易文君最后的下落都必定是叶鼎之所在之地。此事你怎么想？我总是觉得有些不安。自从一年多前在天启城与云哥一别之后，便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。竹青大剑坐下，谨先回宫。竹青大剑坐下，谨未回宫。竹青大剑坐下，谨欲回宫。竹青突然将自己在江湖上历练的几位大弟子都召回来，其中必有蹊跷。师父，锦仙，你回来了。弟子不孝。是为师亲口允的你入江湖三年，你何错之有呀？怎么样，回来的路上可有波折？无名剑客叶鼎之。并无
陈如祭酒，许久不见。不对，你不是李先生。李先生唤我至此，是因为他的大春宫已到回春之时，如今应该是一副少年郎模样。嘘，小声点，不然得让他们听见了。卓清公公，好久不见呐。大剑忽然来访，有何贵干？自然是拜访一下学堂，请教陈如先生几个问题。那既然是拜访，为何不走正门？啊，因为他们派人去杀东军了。这个天启城里面能够出手相助的高手并不多，最有可能就是咱们学堂，所以他来看着你呢。原来如此。但是他来错了，因为我也来了。出来吧，都跟了一路了，我特意挑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。都自报一下家门吧，好让我知道我打的是谁。萧守、九成、凤凰、来仪。那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少跟我废话，兄弟们上。曾经的我总觉得离那二字相距甚远，可上一次离开天启时我持久灯笼，这次回到天启我刀剑双绝。我还记得我年少时的志向，也一直期待说出这个名号。先，百里东军。今日一战，九仙二字即将名扬天下。公子住手！我与凤凰相依为命二十多年，公子，只要你愿意放凤凰一马，我们四人愿做公子的奴仆。我不需要什么奴仆。既然你们都这么不愿意死，为何还要夺取别人的性命？每个人都有想守护的人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放屁！我所认识的江湖人都只随本心做事，所谓的身不由己，不过是为了获取利益的借口罢了。江湖偌大，哪里没有容身之处？百里公子，您这是……他们一心想杀我，不会顾及到你们。趁此机会赶紧逃吧。公子大恩，莫齿难忘。江湖偌大，此处若不由己，便另寻一处。萧少，记下了。第一次用高手的语气说话，确实有些紧张。我们走。留下。你们就是亲王找来的什么江湖杀手榜的杀手，竟是这般无能。本以为今日只需旁观一下，却没想到真要出剑了。不是说放过我吗？这位公公身穿一身官服就来杀人，未免太嚣张了吧。那又如何，反正见到我的人
都活不过今天。我与李先生同朝为官十余年，虽然见得不多，可是每次相见吧，我都印象深刻。你很像，但你不是。哎呦，这句话我怎么听得有点感动呢？哎，卓琴，你是不是觉得光凭一个陈如加上我一个冒牌货，打不过你们师徒二人啊？试试。看来你是真的笃定我不是李长生了，不过不得不说，你猜对了，我的确不是他，因为我戴了一副人皮面具。果然，你不是他。没错，我不是他。我叫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年轻的读书人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一个假扮李长生的人，可能比李长生更厉害吗？慢着，学堂之地，尽江湖武斗。行吧，那就听你的，谁让你才是这里的院剑呢？这就是什么江湖杀手榜的第四？本王花了这么多钱养你们，一帮废物，废物！殿下，请殿下不必动怒。如果他们管用，那大剑为何还派我二人来此呢？李东君，你的剑法确实比我想象中要高。我真的很讨厌杀人，但今天我却很想让你死。狂妄！大内之中，我的剑可排前十。燕雀，你说什么？前十又如何？更何况还是区区大内。天启城有多大，北离有多大，全天下又有多大，面对真正的天下高手，还不是被单手锤杀。我只看这天下，所以我说你燕雀。那你如今能在这天下排第几？前一百。你耍我？很快全天下的人都会知道我九仙百里东君的名号。那也得看看你有没有以后。两位大人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
剑法。太监，你这一手剑法当真令我刮目相看。你父亲百里乘风号称杀人不过十剑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还知道我父亲快剑乘风夺命十剑，他的剑只在一个快字，若十剑之后他还未胜，那么他的对手也就不会再惧怕他了，因为此时对手已经完全看穿了他的剑法，所谓瞬间杀人也就不存在了。你用瞬杀剑法与我对招，可有算过方才我们一共对了几剑？不多不少，十一剑。公公是说我已经输了？那就很抱歉了，我不会让你出到第十三剑。我私自练了一门功法，连我师父都不知道。你很荣幸此前将能见识他的厉害。天下第一李先生所传，双手刀剑术。袖剑十九式，虎虎断山刀，就算把这两件废物功法结合在一起又能怎样？就你还想杀我？凭着袖剑十九式吗？认命了吗？你错了，这不是袖剑十九式，左手刀，刀名尽铅华，刀谱黄粱醉梦，右手剑，剑名不染尘，剑谱西楚剑歌。你看，连老天都要帮我，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何我看的是天下了吗？我可是九仙百里东君。
停泊般无法涟漪，人叫春。